这个就是冲膜的刀，冲这个泡沫棉的刀，用这个泡沫棉配的。这个是取样器，这个电子取样器。这是卡扣，扣那个 MP 出气管的塞齿，然后六角，这个挡板，加料挡板，加料挡板。备注一下，这边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涂布宽度去调距离嘛，像要锁住，锁住，然后另外一块也是，就是看你这个留白要留多少那样的。这件事基本上碰到了，嗯，就是给它调个零嘛，是吧？随便给它调个零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调间隙，调大嘛，你就可以看到数字的变化了嘛，两边是吧？先点一下，胶梗先回拧一下。然后这边是那个连续涂布、间隙涂布那个切换的。嗯，要换一个的话，你要长按它，长按个两三秒就可以换了。